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度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独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请看这一段，这是在正中分的第四大结构段啊。这个诸佛与释迦佛互相啊，这个赞叹，来彰显啊，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所住的两种甚难稀有的佛事，其目的令与会的大众深切的感受到净土法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佛又告长老舍利弗啊，如我今子，就是如我在这个法会上啊，称扬赞叹这个诸佛，这个诸佛就是指阿弥陀佛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前面介绍的一正庄严名号功德啊，都是展开阿弥陀佛大不可思议的境界以及自利化他的功德啊。就在同时，彼诸佛等，彼诸佛就包括着阿弥陀佛，也包括着六方诸佛，同时也在称赞我。这个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的自称啊。释迦牟尼佛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和六方诸佛会赞叹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呢？这里面啊，就具体体现在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以及一代佛教宣说净土法门的这两桩稀有甚难之佛事啊，这就彰显二难啊。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是体现在二难。好，第一是得道难，这个娑婆堪忍的意思，就是投身在这个世间的众生具有贪嗔痴自胜的烦恼啊，有很多的苦事，但是他还能够忍得下来啊，忍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越来越麻木了，不以苦为苦，反而以苦为乐了，于是就升起不了初底之心啊。那十方的一些菩萨们，他在净土修菩萨道成就佛果容易，在五浊恶世堪忍的世间修道就很艰难啊。在五浊恶世，你作为人下辈子能得人身打个啊保个本呢都很难啊，更何况你还要去断见或思或尘沙或无明或全都断尽，在一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简直太难了啊！这就是第一重难事啊！啊，
这就表明释迦牟尼佛自力功德不可思议。那难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就处在五浊恶世，按佛的这种讲法，在人寿平均两万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五浊恶世，也就在迦叶佛的时候，我们这个地球人类就进入五浊恶世的状况。那随着简洁的啊，越来越深重，每百年减一岁啊。那释迦牟尼佛是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地球示现八相成道的，这时候比人寿两万岁的时候那浊恶的程度就加深了很多啊。那悲华经在告诉我们，那个人寿百岁的时候烦恼深重啊，业障啊很大，福报很浅，一切有功德有福报的众生都离开这个星球的啊，所以聚集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业障深的人，都是他方世界所兵起的人。所以是释迦牟尼佛以大悲愿力进入火宅之门，到五浊恶世这么深重的地方来示现八相成道。现在我们距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又经过了三千年了，那五浊的情态就比佛在世的时候又更为深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当中包括自己在内的众生的根基。认识时代，认识根基，是对我们抉择法门是重要的参照系啊。所以先来看看劫浊啊，劫浊一个时间的感劫波，就在这样的时间的范围当中，一切浊恶的法聚会的时候，那么啊，劫浊本身没有啊它的体性，是以下面四种浊法同时聚集在这个时空态作为一个表达。比如我们现在是啊所谓的工业化的时代，科技市场的时代，那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会被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所局限，就会认为啊追求功利啊，追求物质享受，追求世间的成功发展啊，这个科学至上啊等等，就为这些价值观所局限。于是大家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这个五欲的享受，功利的满足，就会有种种的苦啊，比如现在经受的你吃这碗饭都不安全啊，说不定就是地沟油啊，这个吃点东西说不定就是毒胶囊，各行业相互伤害，就会为这个苦难所逼迫。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共一每个人都要品尝他的苦果，而生活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又是业障很深的众生啊，发起修道之心本身就很难啊，偶尔发起来之后一修行，面对自己通身的业力又觉得无从下手，没有办法降服啊。所以在这个时代选择法门，你想要把业障清除掉，业尽晴空，滔天之下难得一人，所以幸亏还要净土，这个仰靠佛的大业往生横出三界的法门，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浊浪滔天的这个劫浊得到一条出离的深路。第二，再看见浊，见浊就是知见上
的浊恶颠倒啊，见作成为武力时，就是知见上它是很猛烈，这个死呢就是驱使着我们到轮回里面去啊，这种知见上的颠倒，略说有五种，广说有62种啊，这都是邪见增盛的。比如这五种，首先是身见，与生俱来的我执，认为身体是真实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假和身，不能了解它的空性，认为是真实的，于是有一个很强的我执，就有我所有的概念，就会增强他的这种掠夺的心、残忍的心，这都来自于身见我执。第二是边见，在身见的这个对待当中，要么执长，要么执断啊，不能建立中道的表意的知见。第三是见取见，见取见就是啊，把那种啊中途修道的那种情况，认为到家了，这叫非果即果啊。他认为升到大梵天就涅槃了，就到家了，或者得到四禅天啊，四禅定就够了，他就产生了这样的邪见啊。戒取见就是非因即因，就持那些啊苦恨的戒，牛戒、狗戒啊，认为自己很有持戒的功德，实际上都是无意的这种苦恨。第五就是邪见，邪见就是不悟因果，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人死生灭，断灭见，这是大邪见啊。奉行这个没有三世因果、没有六道轮回的人，他绝对内心生不起一种敬畏感，他一定会啊肆无忌惮，守不住道德的底线。试问人死生灭，我凭什么要讲道德呢？啊，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要处在见多的时代，而且末法的时候见多越来越厉害，所谓的各种哲学流派、理论体系、外道的邪说、复法外道，那是啊越来越多。然后各种之见啊，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学术界听到的啊，恶是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邪恶难道是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吗？啊，这是黑格尔的一个观点啊。凯恩斯说，消费推动生产，一定要提倡高消费拉动生产，于是这个全球的消费浪潮鼓动贪欲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啊，社会进步要以道德的丧失作为代价等等，这些它就必然我们就会被这些邪知邪见所笼罩。而且邪是说法都很可笑，所以处在这个见浊的时代，我们要想建立正知正见，真正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抵达真理和智慧的真相，实在是很难很难啊。于是在这个时代修行将如何下手？你一定要在知见上、在道理上要明白一个东西才下手修行的话，那都会很多的障碍。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见就是颠倒的，在逻辑思维当中，我们都是很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唯有净土法门不假方便自行，不管你懂不懂，你只要相信阿弥陀佛，也不需要夹杂着参就观想啊、内观等等这个啊行持，你就单刀直入，
念佛啊，专一念佛就可以解决问题。哎，就把那种啊纷繁复杂的知见上的混乱给它超越掉，就能了脱生死。第三，看烦恼说，烦恼说称为五顿死啊，就是它比知见上要迟钝一点，但也是驱使我们到六道轮回的要素。这里就是贪嗔痴慢疑，贪欲之心，对财色名食是猛烈的贪欲，贪不到的时候就嗔恨，然后有贪嗔就会内心很暗迷，愚痴，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啊，然后就是怀疑一切。所以在这个烦恼浊的时代啊，一定被这个贪欲的心啊所笼罩啊，举心动念呢、啊、都是追逐五欲六尘呐、啊。啊，由这个贪欲呀、啊，就一定会造恶业呀、啊；由这个恶业就会得苦果呀、啊，就被这个主伤害呀、啊，啊，轻则遭受国王国法的惩处，这还是花报；重则要堕到三恶道里面去，这是果报啊。现在我们的烦恼是越来越重了、啊。你想得清净心，那比登天还难啊！啊，所以在这个烦恼浊当中，唯有一种方法，即凡心是佛心的这个修行方法，才能度脱生死。我们当下用这个烦恼的心，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是佛心，这个佛号是清净的摩尼宝珠，如清水珠。可以把浑水给它澄清，佛号投到我们的烦恼心啊，佛的那种气氛能够转化，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由佛号佛心的巨大的功能转化我们烦恼的生灭心，才能度脱生死。第四，从众生浊，众生浊就是由于有见浊烦恼浊，就感得我们的身心漏裂，身就是我们的色身，心就是我们心理状态，身体的漏裂就是很孱弱，常常生病，四大不调，疾病缠身了，这就是我们烦恼重啊，就有这个孽障啊，乃至于一出生就带着一种先天的疾病啊。那是心理状态呢，就是不安宁，患得患失，焦虑忧郁烦躁，甚至偏执狂，这是心理的问题啊。那么烦恼重的人，这身心都有大的问题，身心不健全，但是又有他的身见在里面，所以虽能身心很漏裂，但是他还执着这个身体啊，这个真实性，所以就会安于这个身体的臭秽，而不能洞缺啊这身心的无常啊，甘于身体的肉裂，而不能想到怎么去换一个身体啊。所以在这样的众生浊当中，幸亏有净土法门，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种心态，才能转化，才能度脱。愿离娑婆，首先要从愿离自己的身心开始。为什么要观身不净呢？我们身体就是不干净的，污秽的，观心无常，这个心就是不生住意灭，没有一点真常的宁静
啊，所以透过身心的厌离，在厌进一步厌离，由这个身心感到的外部环境，依报正报全体厌离，然后心求极乐，转化这个世间的啊这个漏裂的身心，变成金刚那罗延的身体，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有这样的一个心行，就能度脱生死。这是众生所再就是受着，受着就是由于有见着烦恼着，众生着见着烦恼着是因，众生着是果，因果都很漏裂，就感得寿命就短暂。现在人寿平均也就是70来岁，想活到100岁那都是稀有的，更何况自然灾害频繁，各种瘟疫常常出现，所以想要寿终正寝，活得很长的寿命，以后是越来越难，所以处在这个命浊的时代呢，决定被这个无常之火所吞没，生命就像石火电光，一口气不来变成隔世，令我们在死亡面前措手不及。所以在这个命浊当中，这个净土法门不需要长时间的修行，一定要多少多少劫，多少多少年，他前面讲到落一日到落七日，乃至于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你只要这样去修行，都能够蒙佛愿力大业往生。这在一个命浊的时代，确实提供了一个在时间上来得及的保证，甚至要做到阿鼻地狱的众生临命终时闻到这个法门，能够相信念十声乃至一声都能顿超。由此这个经文呢，偶一大师曾经有个感慨，就是这五浊正好要把它转换成五清啊，那这个转换就来自于这一声佛号只要信愿庄严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能转五浊为五清。怎么转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时间派是所有清净之法聚会的时候，叫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为什么我们会有种种颠倒的之见？就是没有智慧。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光明叫无量光，也就是无量的般若智慧，所以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涅槃的三德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我们的色身都是漏裂，就是由于投胎失业，投胎在污秽的地方，带着自己的业力来的。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正觉的莲花，清净之处转凡成圣，所以莲花化身就能解决众生浊，转命浊为无量浊。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再是70岁100岁的问题了所以这一声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所得的无上正等正觉之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南阎菩提四现八相成道，他是怎么成道的？就是念佛成道的也是他把
这个成就国国之法，权已授予我等五浊恶世的众生，也让我们念佛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的建立，以及这个法门的发现，以及这个法门的传播，都是诸佛所行的境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方能圆满，方能去做啊，不是九法界的众生靠自己的力量所能相信所能理解的。于是前面讲的二有，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的境界。如果我们把佛的开悟的境界转为自己开悟的境界，就是以佛自见为己，为己自见，就是开示悟入佛智自见啊。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是第一重难。第二重难呢，就是说净土法门难。成佛之后，为度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说是就是说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的啊这个法门，这是一切世间，就包括九法界众生都难以相信的圆证之法啊。不仅恶人难以相信，就是善人也难以相信。不仅善人难以相信，就是二乘的行人都信不及。不仅二乘的行人信不及，三贤位的菩萨也不一定相信的那么彻底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演说这个法门，它是很难的。为什么难以相信呢？我们前面不断的说，这净土法门是佛的法界的事情，我们人法界梦都梦不到，不是我们的认知范围，他就自然就会怀疑。我们这个世间连地外文明都很难相信，大部分人啊，一听飞碟认为就是一个幻觉，没有的事情，一听那些神秘的现象，他都会自然的用他的常识来加以解构啊，一切都生活在他的常识的范围当中，他认为才是真理。为什么科布勒的地心说能够统治地球思想一千多年？它符合人的常识，大家认为它就是真理。为什么唯物论那么普及？就在于它符合常识啊。对于非常识之外的东西，它就很难相信。但是这个世间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它太多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你就看一下山海经，你看看多少众生的种类，一看以为我们又以为这是一个神话了啊。所以由第一有与生俱来的法语，第二有我们坚固的常识的这种认知，第三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业障烦恼，我们的心量狭隘，所以对于那种超然的彼岸的天外的东西很难相信。再加上我们的儒家传统，六合之外圣人成而不论，止步于怪力乱神，所以对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常常我们会心理上摒弃它，不去讨论它。但实际上周易告诉我们，圣人是以神道说教的，神就是神妙的意思，不可思议的意思。圣人以不可思议的这种教法，施舍对众生的教法，才能有效的建立敬畏心。所以这种难以宣说，就好像一个具有着深厚的礼仪文化的人，要到一个野蛮的啊、这个
部落，它就是裸体啊，你就宣说衣冠的威仪，你很难。你对一个出生就是盲瞎子，你跟他讲哪个是黑哪个是白，你很难说清楚啊。但是既然这么难，释迦牟尼佛还一代十教还处处宣说，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真是大悲心切啊，利益众生啊，不断的宣说呀，知道唯有这个法门才能给予众生真实之大利呀，哪怕这个地球有一个人相信，他也要不断的宣说呀。这就是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悲心所在，利益众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这种难，莲师大师有个比喻啊，表明这两种难，成道难说法难，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自己啊进入大海啊，大海本身就是风险很大，他趁着又是一条破船，好了又碰到了啊风暴一来又碰到了巨浪啊，同时呢又啊碰到了罗刹鬼，还有这个大鲨鱼啊鱼王以及毒龙来啊包抄，那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危在旦夕，危在顷刻，这个人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啊安然的把船开到了岸边得救，这是不是很难呢？啊，不但自己渡过来了，而且他还令很多人也渡过来了啊，安置在安全的彼岸，这就是难中之难啊。所以这个大海、破船、逆风、巨浪以及罗刹、鱼王、毒龙，这些就比喻五浊恶世啊。这五浊恶世自己自度，就表明他得道了，得佛果。得佛果很难，但是他做到了，不仅得佛果，而且他还把其他人也度过来了，这就比喻成说法。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试一试说跟他讲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事情，能相信的人不多，有时候一些居士也有这样的烦恼，他这个对父母呢，由于他念佛知道念佛的好处，所以就想让父母也念佛，但是常常遇到了一个障碍，不敢说啊，或者说了以后他的父母很生气啊，说那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巴不得我早死啊，啊，你就看不得我银行有点存款呢、啊，啊，哎，说的他不好意思啊，那真的就有这种误解呀、啊，因为他对这个人生很眷恋呐、啊，你不能要他念佛求生一个净土，这怎么说呢？好像没有办法说呀、啊，这个人生的生命很难飙到一个这样了生脱死的终极关怀呀、啊。多少人在这个世间当中认为我赚点钱当点官啊，搞个好房子，五一的享受好一点，家庭建设平安点，这是我生命的整个的内容和目标啊，哪会想着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一桩什么事情呢、啊？这个法很难说呀，而且这是个奇妙的法呀、啊，这没有善根的人，他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无量寿经为什么讲能够听到这个法门泪流满面悲喜交集的人，他不是一般人，这是个善根很深厚的人啊。大部分人听的是麻木的，甚至还要生诽谤之心的。那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讲经说法，实际上他最想讲的是大乘佛法，一乘法。然后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却知道了佛成道之后的一段旷古的悲凉的心。佛是要称信先说一乘法的，如果说三乘法都是牵连呢是不可以的。但是佛要说法之前要观机，观察全地球的人都是执着五欲六尘了，烦恼深重了，对这个清净的一乘法不能相信了，不仅不相信，而且会生诽谤了。当时这位成佛的悉达多太子是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了，所以佛就准备播涅槃了，不说一个字啊，涅槃了。你说我们这个地球的人是多么的深重啊，佛都不说法啊。这是大梵天王知道这个地球诞生了一尊佛，那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了。所以大梵天王代表我们这些众生呢来请法呀，第一次都没有答应呢，第二次再把刀立天王摘上来一块请呢，再把四天王摘起来一起请，三次殷勤请法，佛才默然答应。默然答应再观机呢，就由一乘法开出三乘法，说声闻法，为鹿野岩五比丘说四圣地，直到四十多年循循善诱，到最后的时候说法华经了。如果开始说法华经都不会相信的，大风广佛华严经，那这个地球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得懂啊。就像舍利弗、大目犍连这样的阿罗汉也如聋似哑呀。这大乘佛法，尤其圆顿的佛法，很不好讲啊，没有这个善根说不进去呀。那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在华严经的时候就开始宣说了。这就是说法界品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导归极乐世界，说明华严经就开始说净土法门。德云比丘向善财童子最先传授的就是念佛三昧，但是华严经是为界外的法身大士宣说的，所以以后到这个说声闻教的时候，再渐渐的说般若系经典，说方等经典最后说涅槃和法华经的时候，才逐步的把净土法门宣说出来。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不来到这个世间宣说净土法门，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听闻到这个妙法，听闻不到这个妙法，真的是永劫如同长夜，没有一个人能够念佛求生净土的。所以佛为什么殷勤感慨难信呢？就是见到一些不信的人，就是自暴自弃呀。生命就在轮回，就在堕落能够信受这个法门的，那就稀有难逢啊，是有缘分的众生，人中分脱离化呀。
所以佛观机斗教视现种种的身份呢、啊、来说这个法门、啊啊、所以佛讲这个啊，说此难现之法是为甚难啊！啊，这个甚难，你说没有比这个更难的，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多么的深重的悲心了、啊，也知道这个法门对我们多么的重要啊！好，请看下面。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着彼而去。这就是最后的流通分。流通分分两个层面说，首先重新标取与会的听众，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宣说这部阿弥陀经完毕啊，与会的当机众舍利佛以及诸比丘，诸比丘就是以十六位尊者为代表的1250个大比丘啊，还有一切世间天人啊，就是与会的这个欲界天、色界天啊、天龙八部，还与会的优婆塞、优婆夷啊，这六道众生，当然也包括这些菩萨、文殊师利菩萨、阿逸多菩萨这些，重新标记这个听众啊。来阐明他闻佛所说，恭敬聆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部经啊，所谈的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以及四番劝愿啊，念佛支持名号的方法，以及释迦牟尼佛转授六方诸佛的正信，赞叹释迦牟尼佛阿难的佛事，这些内容都听到了。听到了之后就欢喜信受啊，这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难以相信，难以了知，所以无问自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发问的。释迦牟尼佛一切种子啊，观察众生的根基，知道一会的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能信受净土法门就等于成佛的缘分熟了，所以佛就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呢、啊，无问自说啊，这个说都包含着令一会大众得到四悉檀的利益啊，这个欢喜就表明与会大众听了之后身心愉悦啊，得未曾有啊，大喜便永生啊，这种欢喜就是世界悉檀得欢喜意，信就是完全相信，没有一点怀疑，受就是领会了啊，谨记心，谨记在内心，这叫受啊，这就叫为人悉檀，身起善的利益啊，你能够信守奉信啊，说明这个人他人生的目标就超出了一般世俗的人，他的莲花就长到虚空里面了，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就是人中的稀有人呢、啊，上上人，人中分头地化。这里表明感戴释迦牟尼佛的大恩德啊，甚至没有佛来到这个世间说这个法，
万古如长夜呀、啊！啊，佛正的了解这个法，传播这个法，付出了多少生命鲜血？就好像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为什么他啊最后降服百万魔军，令百万魔军的兵器都成朵朵莲花啊？那魔王波斯很吃惊，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法力啊？佛就说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寸土地不是我流血献出生命的地方，所以是无量劫以来这样的饶益众生献出生命献出鲜血的这样的功德凝聚的这样的一个啊传法的摄受力量，所以一会大众能够亲身感受到佛的这种恩德，就五体投地呀、啊，南无啊，归命啊，这就叫着礼，至诚恭敬。那这个着礼就是对自息坦，破恶意啊，就是当我们把生命归到阿弥陀佛那去了啊，归命于释迦牟尼佛，归命于阿弥陀佛，那就破了九法界的恶，以后他就安立在佛的法界了啊啊，这就着礼。而去就不是说去睡觉了啊，离开法会这时候就在依教奉行了啊，就到赶紧去念佛了啊，这叫依教修持，一往不退，名而去啊。这个而去也可以说是善事啊，就是离开娑婆前往极乐呀、啊，得阿毗跋致快速成佛呀、啊，这就得到第一悉檀撸底一啊。这就是大乘原教四悉檀的第一，都在这个流通分里面啊展示。那从信欢喜信受着礼而去，也表达着净土法门从开始到结尾啊，这个信是根本。这个千经万卷处处指挥，祖师大德啊不断的著述，目的还就是破疑生信呐、啊，产生信心。因为这个法门最难透脱的就是信心，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就是有怀疑。如果透过怀疑的罗网，在内心深处播下的信根产生的信力，那自然升起夜里舒服心求极乐的愿。有这个深信切愿，自然会支持名号如旧徒然。有深信切愿除名，一定会感通佛地啊！一感通佛地，现世我们沐浴在弥陀的光明当中，现世吉祥如意啊，开发智慧，对治烦恼，临命终时蒙佛接引，代接往生。如果根基立的得念佛三昧，现身也能证得无生法忍，就像大势至菩萨那样的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啊。所以这个法门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啊，九法界众生都可以包容在这里面啊。上上根等觉菩萨啊，在这个法门修行没有被啊觉得啊自己啊觉得这个法浅的感觉啊。那么五逆十恶的众生悠悠凡夫修这个法有啊高攀的荣耀啊。你看文殊普贤都修这个法门，我们也修这个法门，我们当然就觉得很自豪了啊。所以啊，这部经典的重要性呢啊，在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法灭之后独留此经啊一百年，就知道这部经就是末法时候的总持陀罗尼
这部经所显现的义理境界和修行方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相传的慧命，是九法界众生了脱两种生死的慈航啊。这就是佛说的一大世因缘，就在这部经里面了啊。所以我们呢啊，就得啊听闻这部经啊，就如同三千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法会上对我们亲自宣说，我们参与到这个法会，可以有超时空的这种啊这个融合，要生稀有难遭之想啊，要对佛陀感恩戴德啊，要供养佛陀，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在六种法供养当中，其中有一点就是如说修行供养，所以我们按照这部经来产生信心，发起大愿，老实支持名号啊，那么就能得十方诸佛的护念，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在常寂光土破颜微笑加持我们啊，就能令我们得到今世生命的大圆满。我们再有一个总结啊，对这个，既然是谈《阿弥陀经》的现在启示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它能够集中体现在几个地方。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三千年所宣说，我们从其他经典佐证啊，未来的贤劫千佛也会说这部经。阿弥陀佛时间以来成佛也是一其夫妻之说，阿弥陀佛乃是成点劫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也就是这部经实际上无量劫以前乃至无量劫以后，这部经都在法界当中宣说，所以这部经所展示的真理可以说是法界的终极真理，根古根新，会以众生真实大地。那么这部古老的经典怎么落实在我们的现代？一般人一看这个经典好像是很古老，时代色彩啊很薄弱，就常常不感兴趣。但要知道一种宗教真实的真理，它是超越时间的啊，在古代它有巨大的生命力，在现代仍然是有巨大的生命力，这才是真理啊。那么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看一看，第一，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全球有一种啊回归精神家园的这么一种生命诉求。这种精神家园我们原来是有的，但失落的。回归失落的精神家园，这是全球的一个人文心性的共同的主题。为什么我们会失落精神家园？这就回到我们这四百年来，从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以来，它有一个总的倾向，就是众生的心都向外面去驰骋，都要探究物质，征服自然，得到更多的资源，享受他更多的物质的满足。所以这种特点呢，它会导致市场经济发达啊，科技日新月异啊，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时代，恰好它就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向外驰骋的力量越猛，
内心呢就越来越空虚，于是一切宗教的、审美的、艺术的、道德的这些东西日益的边缘化。这边缘化之后，它就导致了一个倾斜，这种功利的这种倾向就使外部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在人类生活当中，由于它向外驰骋的贪欲，就导致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的巨大的紧张关系，也就会导致战争内心越空虚，内心的平衡被打破，身心不得安宁，就导致了很多疾病、心理问题在19世纪尼采的学说为什么在西方是这样的风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中国大陆三次的西方文化冲击波，其中就有尼采的哲学沙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尼采他就在一本书上他有一天拿着灯笼大白天寻找东西，别人就问你在寻找什么，他是说我在寻找上帝。那其他人哈哈大笑，你在白天打着灯笼哪里能找得到上帝呢那上帝在哪里呢那打灯笼说上帝死了，怎么死？被你们杀死了，就是那种强烈的逻辑思维向功利的猛扑，内心就没有上帝了。所以上帝死了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象征。所以后来的存在主义方太太的哲学文学都在讨论问题，上帝死了就没有一个价值的确定者，于是每个人就是价值的选择者，既然上帝死了一切都有可能性。但是上帝死了的世界并不美满，于是显得越来越荒诞。这就是西方文明巨大的一个困境。那在我们中国，其实自古以来我们中国有一种很好的精神家园，儒道十三家的完美的结合，然后在近百年当中也被打掉了，盲目的学习西方。传统社会基本上每个村庄都有寺院，都能接受佛教的基本的一种熏习，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要行善积德要念佛求生净土，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在宋代的时候，早上打板让大家起床，城市各种理论那打板的人都是打一下阿弥陀佛，打一下阿弥陀佛，那说明中国的市民、老百姓是在弥陀的佛号当中起床的。你看，这是多么踏实的精神家园那么近百年来，我们的信仰危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在探讨信仰真空问题。我们现在中国人有什么信仰？由于这个信仰不能建立，我们的道德水平每况愈下，甚至道德的底线都不能保持了。
我们的身心越来越焦虑，心理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啊，活在这个世间上，痛苦的指数越来越大。为什么现在谈幸福指数？就是我们痛苦不堪才谈一个幸福，是不是这样子？啊，希望惠州能成为幸福惠州，幸福广东，啊，但是又有多少幸福呢？所以要真正有幸福指数，还是要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呐。现在有个概念叫回到原点呢，这是日本稻盛和夫提出的啊。他回到原点，现在对企业家很有啊影响力啊。据说是高考的作文题都叫回到原点啊、哦、啊。那回到原点就是回到心性。稻盛和夫推崇王阳明的哲学，王阳明的哲学就是致良知。他把致良知的这学说换了一种问提问式的话，作为人何谓正确，实际上是问我们的良知，良知认可的就是正确，良知不认可的就是错误啊。那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真的是来寺院的人越多，想文法的人越多，实际上他在潜意识里面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要寻找那一份失落的精神家园，要么他很痛苦，他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何在，赚了多少钱又有什么意义呢，当了多大的官也是无常啊，这些都是靠不住的。你把幸福建立在官位和财富的基础上，包括家庭眷属基础上，这都是在沙滩上建立一个高楼啊，靠不住的，是要倒塌的。所以回到原点，在净土法门当中，它非常平实地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也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无量光寿。回到原点就回到无量光寿，我们本具的佛性，单刀直入地指出这一点，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乃是九法界的人类家园，精神家园。而且这种法门的这种展开并不玄妙，虽然难信，但是它很平实，因为它谈的是我们内心的事情，这就叫屋里人说屋里话，越说越亲切，不是谈我们心外的东西。你真的学点这个自然科学，学点数学物理，还觉得很麻烦，啊、越来越复杂，因为它这个它叫唯象论嘛，对那些现象，它要用这个方程式、这个理论来解释，啊、越来越复杂，搞得越来越难。实际上，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真理就是简单的，不是那么复杂的。复杂的东西搞得云山雾罩，恰好它有很多的问题的，啊，所以净土法门它有可操作性的，你就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你就安立，就找到了你的精神家园，实际上就已经安立在你的精神家园上。所以我们谈临终关怀问题，你就是让一切临命众生就是一句佛号，他就能获得灿烂的微笑，得到就近的解脱。现在我们内心有很多心理问题，失眠啊、焦虑啊，其实你很简单，就让他去念佛。你比如说东林寺现在十天百万佛号闭关，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就在于他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十天下来，他真的有收获呀。他很多治不好的病，念十天就治好了。啊，失眠的顽症也念好了，然后内心充满着喜悦啊，于是他感恩心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代弘扬净土法门，这个古老的法门对我们失去精神家园的现代人是多么的重要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从认知层面来看，我们作为人总想追求真理啊。我们在讲经的这两天当中啊，也谈到西方的前卫科学在向东方的宗教的靠拢认同，而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僵化的观念有一种冲击的力量。比如我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是客观的啊。那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是会转化的，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实在本身。那佛法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心不相应行法，是虚幻的，时间这种感觉啊，是不真实的。所以建立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的概念是建立在我们妄心生灭心的基础上的，在我们真常本觉之心的这个层面是没有空间的概念的。于是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啊，佛光铸造神识到莲胎当中，就马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念间七生彼间，一顷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不是超越的时间和空间吗？啊，量子物理学谈到多重的平行的世界，那刚才讲的啊，六方诸佛、恒河沙的诸佛，就不是在指称这个问题吗？啊，超弦理论认为整个的星球只不过是一个音波而已。啊，各种星球是从空中产生出来的，那跟佛教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是惊人的相似吗？啊，那超心理学讲的有再生人啊，这不是有轮回的事实吗？啊，濒临死亡的体验啊，神识脱体的情形，可不是说明啊，这个身体里面的主人公是神识吗？啊，以及天文学所认知的啊，这个无尽的星球，还有很多暗物质、暗宇宙啊等等，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啊东方的哲学、宗教，尤其净土法门非常的靠拢了啊。所以西方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形成了一股东方文化热啊。甚至他们就谈到啊，西方2000多年的科学啊理论的发现，无非是对东方宗教典籍的注解。当西方的科学家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高山的时候啊，却发现东方的智慧老人早已坐在山顶上啊，这都是他们自己的话了啊。所以在真理理论层面啊，净土法门《阿弥陀经》可以给出啊现代科学的啊最好的启示，同时科学的这种力量要有一种正确的、有道德的、清净的力量导引，否则它的商刃剑呢就可能危及人类社会啊。你比如啊，爱因斯坦的质量负变公式就开启了核时代的到来。试问现在的核力量有多少用在毁灭人类上，有多少用在造福人类上啊？啊，包括现在的极光武器、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啊，这些基因工程，可能高端的科技都有可能用在军事上。这就是人类的这种贪嗔的烦恼这种必然的趋势啊。所以爱因斯坦曾经非常感慨地说啊，这个人类进入啊核时代，但并没有相应的道德啊来配合，人类将会面临空前的灾难了啊。
所以一种科技的力量一定要有道德的控制的力量啊。这第二，第三呢，就是谈到全球的多元文化的融合问题了啊，有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啊。我们由于啊这个科学的致富啊，要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确实在这方面科技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由于人的贪欲、自我中心，也就导致了人类的环境生态万劫不复的这种场景啊。那么这种结果呢，实际上就直接危及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如何对待环境，这得要有一个观念。那种征服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定是灾难。所以西方的二元对立、向外猛扑的这种思维和价值观是有绝对的问题的。由这套思维和价值观才会由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但东方文化不是这么看的。比如我们净土法门有一个说法叫一正不二，一报和正报不二。一报这个环境是由正报流现出来的，所以就建立心净则佛土净、心慧则国土慧的这种理念。所以要保护外部环境，首先要清除内心的贪嗔痴三毒烦恼。环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理问题、我们的烦恼的问题。那么一个奉行净土法门的人，他会有一种跟外部世界的有机的这种关系，他会关爱外部环境，因为这个外部环境是心境变现出来的。外部环境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念佛人有无量光寿的加持，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贪欲。他奉行素食啊，他会去植树啊，他会知道外部环境都是有生命的，一切河流就像人体的大动脉、小动脉、支气管，就绝对不可能在大动脉我要给它塞住一个东西，塞着东西气血不能流通，你身体肯定出问题。依照自然规律住的一定是正确的，违反自然规律一定会有灾祸。自古以来人类都是逐水而居的啊，所以他自然都会对环境一种敬畏感，不敢随便乱动啊。那对于生物，这些鸢飞卵动生物，现在工业化以来，由于有一种观念，就是生物就是低级生命，供人类啊来饮食的，所以生物的灭绝程度很大。那佛教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定要关爱生命，众生是平等的，所以有关爱生物的心，就会保持生物的多元化啊。在这个生命的花园里面，人类跟这些动物共存才是吉祥的啊。去年我们东林啊护生会去救黑熊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对于取熊胆都是法律不许可的，唯有我们中国啊，就是拿着取熊胆作为一个产业，那都是很残忍的行为。那个黑熊在那个铁笼子里面动都不能动，能够插个管子在那个啊胆里面，就时刻去取那个胆，那个熊是真的是生不如死，很痛苦啊。据说是九几年啊，有一个爱尔兰的女士，她到四川去旅游，
当地的鲤鱼还把这个养熊的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好像一个炫耀的，让大家让外宾去看。这个爱尔兰的女士一看这个，她还真的有仁爱之心，觉得这很残忍，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啊。于是呢，她就发心搞了一个抢救黑熊的一个组织，在亚洲一个中心啊，然后就筹集资金，要把这些黑熊啊，这个拯救出来啊。那这个在四川也有个基地，我们东宁护生会也准备在一个地方把好像有20多头黑熊，大概一头黑熊是10000还是20000块钱，我们把它买过来，然后送到这个基地啊去。那这个爱尔兰人啊，一看到都很感动。他说：“我以为你们中国人都是害黑熊的，哦，你们是第一批还能救黑熊的人。”那你看，啊，这就要传达一个众生平等的精神了，要有个慈悲心了，啊，不能为了人类的点。治疗疾病，你就可以对黑熊这么样的伤害啊！啊，所以我们啊，世界的和平、多元文化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宽容的心态，是一种正确的理念。我想，净土法门所展开的三世因果的规律、六道轮回的事实，以及终极的彼岸的极乐世界的寄托，将会对这个世界文化产生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在这个时代弘扬儒家文化和大乘的佛法啊，将会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全世界。我们中国人将会有高度的自信，向国外输送这样杰出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地球文化，乃是整个法界的最高的文化，具有着深刻的真善美慧的内涵。如果能够按照净土文化去做，我们当下的人类也就是人间净土。我们净土文化强调的是敬业三福，三世诸佛的敬业正因啊，首先从世间的福来看，人天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从孝道开始，从恭敬师长开始，然后培植自己的慈悲心。慈悲心具体落实在不杀生、不吃肉、身口意三业用十善业道来规范自己，那你就是一个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君子。每个人都是善人，就会导致这个世间的和乐的啊，长治久安的这种社会，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就会增上啊。进一步在人天福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更高的生命的追求，就是有解脱的心，你就奉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持戒，持戒是指向处世间法的，为道自戒，不是求人天福报的，这是叫小乘福。那你如果心量打开，大乘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你就是人间的大乘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深信世间和处世间的因果规律，读诵大乘经典，开发自己啊自信的无私智、广大智啊，然后也令一切众生开发这样的甚深的般若智慧啊，传播啊佛教的真理和智慧，令一切众生得到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终极的利益啊。所以奉行敬业三福，就是建立人间净土最好的思想资源。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的乐观，简洁的时代众生业障越来越重，你让他去做做不到，反有时候是反其道而行之。你要他深信因果，他哈哈大笑，哪有因果呀？啊，你看好人受气，恶人得势，他认为没有因果，啊，因为他不能关照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三世广阔的时空带当中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格局，就他信不及，一信不及因果，他就可以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急功近利，甚至啊铤而走险，这是大部分众生的本相。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后半部“五恶五痛五烧”的经文，真的是越看越悲伤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南阎浮提众生五浊恶世恶人的一个形象的描绘啊！我们就是其中的一员呐、而且很难改变呐、所以。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移民呢？简洁的时代，共业难转呐、所以我们听从佛的教示，自诚念佛，求生净土啊！敬业三福，随分随地的去做，做得好，增上往生的品位呀、所以。这部经典从这几个界面来看，它跟我们现实的生活价值、生存方式、人类的命运是这样的息息相关了、这就是佛来到这个世间宣说净土法门，今哀三界呀、会以真实之力的苦心所在呀、所以我们要听从佛的教示啊，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啊，随分随力的行善积德啊，穷则独善其身啊，达则兼胜天下。就是我们福德智慧不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打妄想去说弘法利身，还首先要关照自己，料理自己呀、独善其身就是自己解决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个资粮啊，达则就是对念佛法门你很通达啊，福德智慧修到了相当的程度啊，有缘分大家恭请你做弘法事业，这时候你随顺因缘助点，兼济天下苍生的工作，这就叫自利利他。你没有自利的功夫，是没有利他的这种可能性的啊。所以净土法门讲回向有两种内涵，一个是往向回向啊，就是你做的一切念佛诵经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功德都要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先解决这么一个先往生啊，这叫往向回向啊。在同时你要发愿，等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花开见佛，悟证无生法忍，我还不要舍弃这个世间有缘众生，还要回来度众生，这叫还向回向啊。所以回向发愿包括往向回向、还向回向，就成就大悲心了。我们念佛的目的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呀，成佛的目的是要度众生啊，度众生不能离开众生，还得回来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他成佛之后啊，成遍劫以前早已实成的古佛，他没有安住在常寂光享福啊，他就不断的来到这个五浊恶世火宅里面度众生了啊。《梵网经》说他已经来了8000次了。上午大家提问啊，有冰河期文明，有多少多少文明？你说他8000次，就有8000次的高级的文明在这个地球上出现过呀，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啊，这个啊，学习讨论《阿弥陀经》，
一定要教会自信，一定要落实在自己的行为当中，一定要把自己料理好，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人中分陀利花，也令一切众生也成为分陀利花。这就是在五浊恶世魔的境界当中点燃了无尽灯了。好，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和辅导孩子学习在时间安排上有没有先后次第，还是一切交给佛菩萨，一心念佛就行？念佛时发愿是妄念吗？生活遇到问题经常会面临选择，这时经常有人说念佛人什么也不用操心，一切交给佛菩萨就行了，真是这样吗？既然很多事情有注定的因缘，为何我们凡夫还要面对很多痛苦选择过程？比如离不离婚，放弃工作一心念佛，还是继续上班尽力而为，等等等等。啊，学佛一定要有智慧，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也不能放弃自己的选择和思维啊。实际上佛法更要注重我们自己的理性的思维，所以碰到什么事情，你首先要自己要有理性的安排。比如你的孩子的学习辅导问题、念佛问题，这个时间先后的安排，这个事情还要去麻烦佛菩萨吗？你自己就要解决啊。啊，这个首先要真正尽分，你作为做父母的教养孩子、抚养孩子是你的天职，你一定要把它做好，你不能把这个放下，一心念佛，那家庭事务谁来料理啊？啊，所以啊，你把家务事、工作的事情都应该尽份尽责的把它做好，而且不是敷衍的做好，比一般不学佛的人做得更好。你学佛的孩子应该各方面身心更健全、更有智慧、更优秀、更能成为未来的社会国家的栋梁，才说明你学佛真正取到了教养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良好的智慧和方法。生活当中肯定遇到种种的选择，这种选择也得要有理性思维啊。这个各种复杂的情况，你得要用智慧去关照，一方面要有慈悲心啊，恕道精神，多想对方；另一方面也得要有智慧的善巧方便啊。你这样去做，一切事情就会处理得恰到好处，用中庸之道去处理啊。这个比如你怎么可能放下工作一心念佛呢？工作是我们在社会上安心立命的一个职业所在，是这个养家活口嘛，你还得要有这么一个观念，你不工作谁来养你啊？啊，除非你有一个富爸爸给你几千万几个亿的遗产，你可以不工作啊。如果你要自己啊，生存要自己解决，你一定要工作，而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而且薪水更多一点更好啊，只要你不偷银行不抢银行就好啊。所以这些都不能说你生存都不去啊料理啊，一心念佛，那你可是树立的不好的榜样了啊。请问为什么黄念祖念佛三昧文中提到一个和尚念佛念得密不透风却自杀了，还有净空老法师提到一个在修行天天念佛到临终时却听到佛号声嗔恨心，是阿弥陀佛没有临终摄受吗？这些例子让人很困惑。这没什么困惑，
能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护念加持，就要看他的信愿，不是看他的功夫。所以偶一大师在要解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精辟，说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品位高下全凭功恨的浅深。有信愿，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没有信愿，纵然你把做功夫做到风吹不入、雨打不透，如铜墙铁壁一样，也不能往生。那这个公案我们不知道它的出处。如果说有一个和尚念佛念得密不透风，说明他的功夫很好。功夫很好不等于他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感应道交是取决于他有没有信愿。没有信愿，只是把佛号作为助功夫的手段，哪怕做到密不透风，他也往生不了，还是靠自己的业力在这里起作用啊。这个业力大，可能他控制不了自己去自杀，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但这里不是说为什么阿弥陀佛不生死不加持，因为他没有信愿嘛。啊，真正有信愿他会自杀吗？啊，他会有这么大的烦恼吗？所以这些包括临命之听到佛号生嗔恨心，生嗔恨心的人就更没有信愿了，更没有对阿弥陀佛的发自内心啊刻骨铭心的那种感恩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没有信愿把佛号作为功夫用的反面教材哦。比如我现在还很年轻，身体又好，生活事业都好，我念阿弥陀佛想往生，他会在这个时候来接引我吗？这就是怀疑啊。为什么说为一切世间先说男性之法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那么说得明明白白，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苦口婆心再三宣说，你只要具足深信切愿持名啊，一定能往生，你还怀疑什么呀？啊，阿弥陀佛十九愿就已经有一个愿，你只要闻到佛号，种植德本，信念我国，那临命终时，我和净土圣众都前来接引。阿弥陀佛大愿已经成就了，他不会说假话的。所以你只要真正的恳切的求往生，一定会去。就怕你现在说，哎呀，我现在很年轻，未来的生活光明灿烂，身体又好，生活又好，这个世间这么好，好到你一点厌离心都没有了。你没厌离心，那就麻烦了。啊，实际上有什么好啊？你年轻，你能年轻几年呢？马上衰老就会到来。你的身体好，好在什么地方啊？你以为你身体真好吗？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分健康的人，都有病，只不过是大病小病和已经显现的病和暗藏的病灶而已啊。你还不能关照你的身体的污秽不净，种种的肮脏，身体的无常。我们身体是种种的欲望的产物啊，像烈火在焚烧，你还没有关照到这一点，所以你还在要修点四念处哦。啊，四念处就让我们建立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念，离开四念处啊，你就不是佛法了啊。所以你不要天天讲到幸福的日子比蜜甜呢 啊是自欺欺人了。早晚我坐床上念佛，不知会不尽，因早上三点起来洗漱，怕吵了家人睡觉，我醒了干脆说一声谢谢阿弥陀佛叫弟子起床，就开始坐床上念到六点左右，起来后再诵经。晚上我也烧香礼佛回向完后，回房间关门，坐在床上念，我一人住。再一个，请问助念的问题，往生者病重期间
于命中之后助念在做法上有什么区别吗？早晚坐在床上也是可以的啊，你一个人住嘛啊。早上三点钟起来，当然如果你不影响家人情况下，能够洗刷之后再念佛当然更好啊。为什么呢？由于我们一睡觉起来口里就有点发臭了啊，这个念起来好像是有点不恭敬啊。如果洗刷洗脸啊干净之后清清爽爽比较好一点啊。但万一说你怕吵了家人，你吵架了你可以想点办法，穿点软底的鞋子啊，这个轻轻的啊，这个坐一坐啊。万一如果说啊不方便，那你就请阿弥陀佛原谅啊，我就坐在这里念了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晚上烧香礼佛回向后回房间关门在床上念啊也是可以啊。但如果你有佛堂，还是在佛堂里面念为好啊，尽量跟这个睡的地方生活区隔离一点。你坐在床上念不仅仅是恭敬不恭敬问题，你那个睡的床铺，你坐在那里，床铺就心里想睡觉啊，想睡觉想瞌睡啊，跟你面对在佛堂里面对佛像没有床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尽量不看到床铺，因为我们有烦恼，一看到床铺就想睡觉，就好像房间里面啊放了零食吃的东西，你不看心里平静，一看有东西啊就想吃啊，就有这个问题。这个病重期间和命中之后助念有所不同。病重期间没有断气之前，你要善于观察他，要跟他交流啊，要正面鼓励他的信心啊，要让他增进对阿弥陀佛啊的啊这个信心，要让他对决定往生要有信心。这时候就要观察他有什么疑虑，有什么障碍，跟他做一些开导啊。但是开导临终助念，这个开导的人这是细活，很细心的观察，也能知道这个病重的人他修学的历程，心理的啊好药习性，你对积极说能说到他心里能产生效果。现在有些助念团他有一个什么啊临终开导文啊，开导文隔两个小时念一遍，这个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显得有点机械啊，甚至有念的人也是方言话，不管听得清楚听不清楚，也不管对机不对机，他拿起来就念啊，念完之后也不看一眼。这个临终开导一定要对机器说，一定要相互交流性沟通性的去说啊，效果会比较好。那命中之后，命中断气之后，为了预防它滑到中阴身阶段，你可以做一个开导，就是你断气了注意，如果你在中阴身阶段要注意这句佛号，我现在跟你称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你啊这个称这个十声佛号往生极乐世界，跟他做个开导。开导完了以后，你就开始这八个小时或者24个小时就一直念佛就行了。现在打开电视报纸，每天报道的都是色情暴力天灾人祸的新闻，每次看到心里都不是滋味，如今看到后不再像以前的触动那么大，知道这是因果因缘的道理，只有警醒自己以后的行持，没有了那种同悲的心，是否自己在修行知见上有了偏差，该怎样提起这种同悲的心啊。说起这个也都是五浊恶世的一种浊乱的情况，每天的电视报纸媒体都在谈这些恶的事情，色情暴力等等，确实看到这些啊，还有些广告都是引诱贪欲的啊，高消费的，追求奢侈的，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在引发我们的烦恼。于是我们
对比来看，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事情，连这些名称都听不到，他就清净啊。所以对一个修行人来说，你为什么需要看电视呢？是不是可以不看电视呢？少看报纸呢？啊，我想是可以的啊。我们寺院里面是我们是没有电视啊，没有报纸，没有这些媒体啊，我们就觉得很清净。但是可能你们说，哎呀，你是出家人可以不看，我在家人不看不行了。其实我告诉你，我原来在家的时候我也不看电视，觉得看电视没有意思啊，那些电视剧，那些廉价的小品，那这个别人笑得前仰后翻，我觉得没什么可笑的，然后觉得浪费时间。所以我很长时间电视跟我无缘，电脑跟我无缘啊，这些报纸我也从来不看。我也不是在这个世间上可以活吗？啊，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最多星期四下午有一个这个系里面的会议，我就利用那个会议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就把这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啊，大概翻一下标题啊，基本上这一个礼拜的事情我也知道了啊，说一说也可以说的，不至于太脱节。我在居士阶段都能做到不看这些，我想在座的诸位不看这些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尽量不要去看。我听闻你的讲经说法已有些时日，内心升起无限欢喜心、信愿心，非常希望能在你尊师下皈依三宝。今真有缘亲睹亲闻你的形象和讲经，非常想借此不可多得的机会皈依佛法身，不知法师能否满足我这个信士的心愿，就是你想皈依啊。那么好像这是我们昨天啊，前天晚上在莲光金舍有过一个三皈依啊，你为什么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呢？啊，错过了这个机会，那就等以后你到东林寺啊，每个月的初八我们都有三皈五戒的啊授受活动啊。也非常感谢你对本人的这个赞叹啊，有人喜欢听我讲经啊，本人就有点成就感，非常感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嗯，thank you.